这样吧，你把衣服脱下来，一会儿我给你拿去洗。不用了，没事，太麻烦了。那多不好意思啊！我一会儿让你赶紧去取吧。我帮你俩吧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，给我。快点，抓紧时间吧。林姐，好，我决定了，就选你了。王导就是那个矮胖子，那个演员副导演，对啊，就是他呀，他可是圈里的有名的大字王。哎呀，这是多的，王玉，我告诉你。有你棒的时候。你是王丽婷吗？是啊，我是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分局的。你认识赵武吗？喂，是雪人啊，小东，我现在在北京站呢。你已经到北京了，一会儿银行给你的地址，过来就行了，不能问别人。我想去天安门看看，下午再过去。行，别太晚了。阿在西，我有他们那么老。欧巴，行了，别他妈给我装啊！东哥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电话在那吗？你干嘛？找他。有毛病。我说兄弟，你欠我那3个月的房租什么时候给？已经第5天了啊！打住，钱马上就到，已经到北京了，下午行吗？这可是你说的。下午要是，那可别怪我不客气。操！刚才人给我打电话了，着急把钱要送过来，是我先告的，别着急，先让你去北京天安门玩玩。放心吧，最多下午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
下车，下车，下车，下车！你怎么开车呢？你看看，你把我花瓶撞碎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就完了，赔钱。赔多少？赔多少？这是准备上拍的古董，10万呢。这么多？这么高？便宜点，5万。这是古董。你这不是明摆着讹人吗？你这分明就是敲诈呀！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？我眼睁睁看着你把这破罐子放在他车轮后边的。你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哎，你回头看看，那监控摄像头可都给你拍下来了。要不要咱们叫人家调出监控看看？你丫等着啊！哎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还真就被他们两个给骗了。嗨，不客气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开车送送你吧。不用了。小东，哟，雨辰，这么快就过来，赶紧来，进来。怎么样，在这儿好找啊？啊，我来之前查了地图，所以就直接找过来了。这几天你先委屈一下，先住这儿，我去朋友那住几天。那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麻烦你了。别见外，谁要咱们俩是从小玩的朋友？是，来坐，来坐，来坐，快。雨辰啊，那个啊，带了带了，等会儿啊，包里。这是家里给凑的10000块钱，你数数。好嘞好嘞，有钱行，这事您放心，钱一地儿也立马就上班。行，这可是铁饭碗，在北京可真不好找啊。是是，那这样你先忙着，你就一会儿。行，我去跑这件事儿了。行，小东，那这事儿我可就全权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就等我电话啊。行。哎，对了，送你份报纸。这上面写着求职的人多难啊。这还真是。行，那我可就等你消息了啊。你就等着好好感谢我吧。行，那我等你电话。对不起啊，今天终于收工了。哎，谢天谢地，连拍3天的野戏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他妈的，这投资方脑子进水了吧？给这么点钱拍这么多戏，大家都累得虚脱了。碰上这么个组，真倒霉。以后啊，这公司的戏说什么也不接了。哎，行了，赶紧回去洗洗睡吧，困死了。啊！你没事吧？我看一眼。你是？哎，你脚崴了，别逞强了。我扶你回房间吧。嗯，您好，您就是秦晓峰的朋友吧？嗯，对，是我。您是？是这样，秦晓峰说房租你替他交，他已经欠了3个月，一共是4500块钱，麻烦你现在交一下。什么？晓峰没跟我说过什么房租的事儿啊？要不这样，我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。您打吧。你等一下啊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 Sorry, the phone. 他手机关机了，可能是没电了。什么他妈没电？我跟你说，这孙子欠了我3个月房租，每次找他收钱他都推三阻四，
要不是今儿逮着他，他才说找你要钱。怎么着，你交是不交？不交立马滚蛋，孙子！不是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说谁孙子呢？啊？怎么着？你欠钱你还想打人？我现在没钱，我钱都给小东了，他八成是出去喝酒了。明天我再给他打电话问一下。别，别，您呐，还是收拾东西走人吧。啊，等着他交钱，我是不指望了。那你叫我住哪儿？爱住哪儿住哪儿，我管不着，没钱就走人。我现在没钱，这手表你拿着，这表少说也值几千块。真的假的？不错，要不这样吧，兄弟，这钱呢我就不要了啊。我再给你一个月时间，一个月后我再来收房租。对不起，我扶你回房间吧。慢点儿。嗯。这儿台阶儿。嗯。慢点儿。哎，今天什么情况啊？你跟那帅气男演员跑到一边说悄悄话？亲，我那是在对台词。少来，你看他的时候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别瞎闹。哼，什么情况啊？你是不是讨厌？你住哪屋啊？哦，我就住那边。哦，那就送到这儿吧。行，那你自己小心点，有时间的话用热水敷敷脚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住哪儿啊？我就住那边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. 你好。请坐。啊，这是我的简历。啊。这个什么监狱一等奖是什么意思？啊，那是我写的一个短文。我问你一次，监狱是什么意思？有一次我喝完酒，把邻桌的人给打伤了，所以就进了监狱。不过在监狱里，我参加了我们监狱举办的散文大赛。我写的文章还得了一等奖。对不起，我们这里是广告公司，不能接受有过前科的人，抱歉。王导说的地儿吧，王导就是那个矮胖子，那个演员副导演。对呀，就是他呀，他可是圈里的有名的大色狼，你不会跟他？那怎么了？不然我们怎么会有这机会？啊，你就这样出卖了自己的身体啊？小点声，那行行，不瞎说，赶紧走吧，来不及了。
怎么样啊？他让我演床戏，我不干。那个你也别去了，咱们走吧。床戏？嗨，来都来了，我去看看。你真去啊？啊，等我一会儿啊。想死我了！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？想你了呗。你前一段时间出去开会了吗？可不是嘛，天天都得陪着领导，根本就没时间过来。我们单位正在查生活作风问题，张处和王处都让情妇给揭发了，你可得低调点啊。哎，对了，我那户口的事儿，你给我办的怎么样了？我已经跟户籍科的人打过招呼了，他们正在办理，哪能那么快呀？我老婆已经有所察觉了，以后每个月我只能来一次了，快点抓紧时间吧。明天有个广告，跟我去看看吧。广告？嗯，广告好，广告没有床戏。真不知道让我说你什么好，干我们这行还想保持纯洁啊？什么叫我们这行？演员怎么了？我就要告诉大家，我就不跟导演睡觉，我也能成功，我要靠自己的演技。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但是现在每天这么多人冲进娱乐圈，人家凭什么给你演？因为你演技好啊，演技好的人多了，有几个成的？你看那些电影电视剧，演得好的有几个？我们没有有钱的父母，就只能靠我们自己，你明不明白？这些我都知道，可能人和人的追求不一样吧，反正我是不会出卖自己身体的。你进过监狱？那会儿不懂事儿，喝酒的时候邻桌一人过来调戏我女朋友，又被我给打伤了。在监狱里还得过奖？那是监狱举办的一个散文大赛，我参加了，我写的文章得了一等奖。我们公司实习期是三个月，每个月是2000，你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行，那你跟我过来，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公司的一员了。好好干。好，谢谢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我帮你俩吧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来，给我。谢谢你了，不客气。哎，你看着好眼熟啊，你也住这儿吗？啊，我也住地下室。啊，我叫谢青，这许丽丽。啊，你们好，我叫谢雨辰。啊，我们今天出差，过两天就回来，有空来我们屋里玩啊。行，没问题。嗯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啊，行，嗯、拜拜。拜拜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。这样吧，你把衣服脱起来，一会儿我给你拿去洗。不用了，没事，太麻烦了。那多不好意思呀，我一会儿到你房间去取吧。行，那谢谢你了。嗯。等一下，你把衣服给我吧。行，你等会儿啊。给，谢谢你啊。慢点啊。哎，来了，给你衣服洗好了，谢谢你啊。进来坐会儿吧。啊，不了，太晚了。主要是我想问你点事儿。哦，那好吧。进来吧。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平时自己在家呀，喜欢喝点白酒，这样睡觉才香。你平时喝酒吗？不喝。哎，对了，那个，你认识秦晓东吗？就是以前住这屋这人。不认识，经常见到，就是没说过话。那他平时怎么样啊？他呀，他总带一些不同的女孩回来过夜，而且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。哎呀，没想到他现在变成这样。你跟谢晓东是？我跟他呀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也就算是发小吧。后来长大以后呢，他就来北京了，我们也就很少见面了。哎，对了，说说你吧，你是哪人呀？我呀，山东烟台的。我聊城的。真的？真的。老祥。老祥。哎呦，太巧了。那你也给我倒一杯吧，难得遇见老祥。是是是是，我给你来一杯。嗯，我也喝一杯。来来，哎，太巧了，在这还能碰见老祥，你说说这事儿。来来来，干。没事吧？一看你平时都不怎么喝酒。哎，对了，你平时在哪儿工作呀？哦，我呀，我以前在一家国企上班。哦。后来发生一些事儿，就在家了。哦，那你现在平时都不上班吗？嗯，一直在家。那个，要不然我帮你问问，我们公司还招不招人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见你啊，吓了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是我前女友呢，长得太像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你让我看看照片。这手机里没有。哎，我看一下。真没有。我看一下。真没有。
小谢啊。王总，昨天给你们两个策划案做好了吗？写完了，我马上发给你。好的，这里还有一些，你抓点紧啊。好。小谢，王总喊你去趟办公室。啊，好，我这就过去。请进。王总，您刚才叫我。啊，小谢呀，你坐吧。啊，没事，王总，我站着就行。你做的策划案，客户不满意。什么？王总，那我回去再修改一下。哎，不用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啊？王总，那些策划案都是我精心做的，怎么会？客户是上帝，人家说不行就是不行，你收拾一下吧。王总，那我的工资？工资？你活都没有干好，还有什么工资啊？你把我的客户都给得罪了。王玉，没有你们这么干的吧？我两天干了十天的活，刚完事儿你就让我走，还一分钱不想给，你是不当我傻子呀你？你怎么的？你再不走，我就叫保安了。你叫，你就是给110叫来。今天你该给我的钱也一分不能少。怎么的？耍流氓？我告诉你，我就不怕你们这种流氓。你走不走？不走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走吧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。怎么就只有100块啊？说好的试用期2000，按实际来算的话，2天至少也要190吧？啊？可是你活没有干好呀。我活没干好？我怎么没干好啊？哎，你给客户叫来，我问问我怎么没干好？你们这分明就是欺负人！那这样吧，这个钱算我给你垫上的，好吧？啊，190。哎呀，这是多的，王玉，我告诉你，有你报的时候。
是？怎么了？不认识我了？我可是早就把你认出来了。哦，你是那个……上次还没来及谢谢你，你就走了。嗨，那没什么。听你口音不像是北京的。啊，我是山东聊城的，刚来北京不久。哦，那你是做什么的？文案策划。年纪轻轻的叹什么气啊？我手里倒是有个案子，就是个小活，没多少钱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。没问题，多小我都干。那好，这是我的名片，那明天你直接来我公司面试吧。行，谢谢你林总。好了，别叫我林总，叫林姐就行了。行，那我先进去了。行，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丽婷，哎，好了，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你了。你把它实现出来就好了。好，放心吧，林姐。UK， 你过来一下。你把雨辰带过去，就是靠窗那个办公位。好的，林总，您跟我过来吧。好。好，那里，那里就是你以后的办公区。然后你熟悉一下环境，看看缺少什么办公用品，直接到前台那边去领哈。行，那太感谢了。有什么事直接到我办公室找我啊。好。我再也不想来。丽丽，我也不想这样，都是那个导演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都看见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，连我的戏你都抢？你能别说那么难听吗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各走各的。以后你爱抢谁的戏抢谁的戏，爱跟谁睡跟谁睡都跟我没关系。你我小谢啊，你写的很不错，我决定用你了，钱一会儿让曹给你。啊，好的，那谢谢林总，啊不，谢谢林姐。公司还有好几个案子呢，你都帮着弄吧，到时候我们就先按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给钱。行，怎么都行，我听您的。行，那你去财务领钱吧，剩下的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，林姐。丽婷，丽婷。
迪。哎，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给你买的东西。我不要。哎，没别的意思。你为什么不要啊？我不想你对我好，我不值得。没事，你拿着吧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我走了。哎。林姐，您找我？对啊，小谢啊，你写的策划案受到非常好的市场反应，我决定聘请你为我们公司的策划总监，以后每个月除了固定的工资之外，每做好一个案子，我另外给你奖金。那谢谢林姐对我的信任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行。林姐，那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出去了。行，你忙吧。那我走了，林姐。恭喜你啊，小谢，这么快就成了总监了，以后得多多照顾呀。哪有。是啊，谢总，你真是年轻有为啊。好吧，你抓紧时间干活吧。谢总，您看一下，这是咱们公司的策划方案。哦，林总说尽快就好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好。王丽婷吗？是，我是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分局的。你认识赵武吗？我认识，他是我。行，认识吗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赵武因为收受贿赂，正在接受调查，我们需要你提供一下他的情况。我收拾一下东西。好，你快点啊。别敲了，他不在。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被警察带走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好像是他的一个什么情人受贿被抓了，他也被牵连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谢谢。小谢，小谢，啊，林总，你晚上有安排吗？没有。你不舒服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刚才在想别的事儿。哦，那就好，晚上跟我一块儿去见个客户，去唱歌。好。陈总，哟，
林总，好久不见呀。林总，来，几天不见又瘦了。陈总，这位说话，来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策划总监谢雨辰，雨辰啊，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陈总。陈总您好，真是年轻有为啊。哪里哪里。那咱们坐吧。行，来，把你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给我叫起来，我们陈总挑一下。哎，去吧。哦，林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林总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继续，就当我不存在啊。哎呦，这是陈总吗？陈总，您在哪地方发财呢？啊，现在？哎呀，最近单位的事情比较忙。忙是吧？那您就更应该来这地方了，今儿可带来可都是好姑娘啊，您不得消遣消遣吗？哎，小谢。也挑一个，哈、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陈总。出来玩嘛，何必这么拘谨？你说呢，林总？对呀、啊，就当我不存在。而且小谢也是第一次来，小谢你也叫一个，别让陈总玩得不尽兴啊。好，你吧，你吧。好啦，姐妹们啊，好好陪陪啊。陈总，那没事我就走了啊。陈总，你们公司的那个项目下来了吗？哦，这个呀，下来，下来，但是这事儿不能急，有我在呢，这项目啊一定给你。只是那个，陈总您放心，咱们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，亏不了您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来，那咱们。林总来兴致了，那咱们喝来。靓女呀，不要坐那么远啦，我又不会欺了你嘛。哥哥，我陪你喝酒吧。不喝啦，不喝啦，到我这里来啦。哥哥，我陪你喝酒吧。喝你老母啊，喝啊！叫你们经理过来，做什么小姐了？摸都不让我摸一下，丢！对不起啊，我是新来的。哎，你不是徐丽丽？我是谢雨辰呀。喝多了吧？喝多了吗？丽丽啊，不陪客人跑这地方来干嘛呀？刚才我碰见个熟人，他是谢青，我姐嘛。以前我经常嘲笑他，但是现在我自己也在这儿，老天爷对我真好。想开点吧，大家都为了生活。我看你也累了，我让小英代替一下你啊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吧。哎哎哎哎，雨辰，
不行，我已经开好房间了。那个，您扶林总先回去啊，您扶他回去。然后呢，今天都喝多了啊，好好，等明天酒醒再走是吧？哦、啊，那您扶他回去谢谢啊。走，陈总先走了。走了，拜拜。不行，林姐，你这个活动了，林姐，我走了。你别走，林姐。小子，我可告诉你，今儿你就是结的人了。林姐，不要，林姐，赐予我力量吧，我是宇宙的巨人希特。今天早上我看到谢总和林总一块来上班了，好像很亲密。是吗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phone. 林姐，我想跟您请半天假，我有个同学他……行，你去吧。行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哎，雨辰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
娘，放钢管我把他撞了啊！丽婷，丽婷，你怎么了？丽婷，丽婷，快快打120！丽婷，大夫，丽婷她怎么样？病人送来的太晚了，药里已经破坏了她的脑神经。严格的来说，她可能以后需要躺在病床上度过余生了。那也就是说，还有机会是吗？有，但是机会不大。还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。费用？费用的问题，我想办法。大夫，只要有1%的希望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辛苦您了。谢雨辰，你是刘洋？对呀、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哎，别提了，得了肾结石，折腾了好多天。哎，听说这肾结石挺疼的，反正排出来就好了。那可不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先生，过来一下。哎。这钱是给你的，谢谢你，林姐。这20万块钱，我会尽快还你的。不用还，只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要永远陪着我。如果你能听见。
晨，他怎么样？哎，我可能要搬走了，以后都不回来了。你要搬去哪儿啊？顺义的一个别墅区。那祝你幸福。护士，六号床的王丽婷她怎么了？她今天一早就醒了，然后问了医生很多问题，最后留下了一封信，在这儿。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，可我配不上你，我走了，你要多保重。这个城市。